呀？为什么我们按不到啊？啊，烦死了！为什么？这键盘不让我打那个东。别忘了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、按小叮当哦。没办法、啊，手机比较喜欢大 A N。太真实了。往前触碰小羊进入游戏里的梦一之后，我操！我还没讲完呢、啊。你是在编哈？进入传送门后，站在原来的男子控制女人，让你需要采摘五颗苹果放入箱子里面。我要干嘛？我要干嘛？哦，去帮我收集五颗苹果啊！就是你控制啊。哎，上面有苹果是不是？我又是对面的。要干嘛？你在想什么啊？你以为能偷鸡吗，大姐？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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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对啊对啊对啊。啊啊啊啊！哎，我可以？哦，不行，我不能直接。啊啊啊！打不到啊，大姐，大姐，你觉得我能打得到吗？嗯，掉下去的苹果直接废了、啊，那在想什么？一掉了就坏了，那就是一个无用的苹果了。放弃吧，大姐，雪大姐，放弃吧。这上面有六个嘞。对啊，上面有六个呢。为什么我要开操控伞？我靠！下来啦，下来，下来！姐姐，姐姐，不是姐，我拿不到。有了，要干嘛？吓死，吓死！嘿嘿，不爱。哎，直接这样就好了啊！我原来可以直接这样玩就好了，根本不需要采五颗苹果，就跟那个什么秋天好一模一样。喝住，控制汤匙将冰淇淋放入甜筒里。下下下！对对对对对，上上上！后退，上！哎，舒服。下下下下！怎么慢了慢了慢了？哦，对不起，我是白痴。下下下！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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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受不了了！哎，不对，我是要控制啊，我是要控制啊，我是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我的问题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有。右边是上平台，开出所有按钮后，左边的路会出现。右边过去后，一样找按钮，往右边开路。哦，里面有东西哦，那我可以直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就对了。最后一个是按钮啊，最后一个是按钮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啊啊！我最后一个不对。Nope。它有假按钮是不是啊？哦，是假按钮。我以为都是正确，结果并不是。少骗哦！你知道你直播延迟严重吗？直播延迟超严重的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看一下多少秒。我看一下我延迟多少秒。我去。我延迟大概差不多一分钟，
啊，我还要帮他开路哦。Nope。正确的吧 ？Nope。那最后一个应该是了。Nope。一进去直接延迟300啊！ Nope。 我的妈呀 ！Nope。正确答案吧 ？Nope。该不会保底吧？为什么这个也可以保底啊？同时跳上左右两边地门过关，比较考验墨迹。卡关三分钟后会出现疏通。我发表情就他看得懂暗示吗？不行不行，我延迟一分钟。我发表情就一起跳了。啊哈哈哈哈！我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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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卡了。我还没发表情啊，大姐。不是你在发表情啊！他是不是也有一点延迟？一二，大姐，你延迟有点严重哦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我过而已，他没过。可以一个人就 OK， 那我们双人在干嘛？右边坐在蜜蜂身上，左边走向光球后，光球会自动跟随，小心走过地板，取到下一关。要跟着光球走。我是要帮那个光球。那我这边就简单啦、啊。哎呦，差点掉下去。哎，就是好风之后，两人需要站在同一个表情符号上，消除所有表情符号，全部消除后，突然什么会出现？这个。啊？左边。微笑。嘟嘟嘴巴的。最后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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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一个。OK。终点，然后后面打卡。感谢以上这几位加入欢迎。好好好好 ，OK。